双方各选一摞武将。单出的武将有黄月英、甄姬、小乔、吕蒙、黄忠、曹操、孙权、曹仁、夏侯惇、刘备、周泰、许褚、张角、魏延、孙尚香、诸葛亮。暖色方10秒钟时间决定谁先选将。暖色先选。暖色方，请选择一名武将，时间20秒。刘备。冷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，时间20秒。诸葛亮。诸葛亮。黄月英。暖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张角、甄姬。张角、甄姬。冷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曹操。小乔。小乔。暖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孙权。孙权。尚香。孙尚香。冷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魏延、黄忠。暖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许褚。许褚。夏侯惇。夏侯惇。冷色方，请选择两名武将。周泰、周泰、吕蒙。暖色方，曹仁。请双方互视对方选将10秒钟时间。选将开始，时间90秒。接下牌吧。请接下牌。等完成。请前锋入场。请双方选手亮将，并调整血牌。暖色方主帅张角4体力，前锋刘备4体力，前锋甄姬3体力。冷色方主帅魏延5体力，前锋曹操4体力，前锋小乔4体力。冷色方主帅决定谁先行动。3体力。冷色先行动。请各位选手检视手牌之后正确放置。冷色方魏延回合。魏延装备人王盾。回合结束。魏延5体力无手牌，回合结束。暖色方决定谁先行动。刘备。刘备回合。
刘备无中生有。三，三数无懈可击。三，双数无懈可击。三，二，一，无中生有生效。人得一张张角。刘备人得一张至张角。人得一张张角。人得一张至张角。现在可以拿手牌看吗？可以的。可以。杀张角。刘备杀张角，张角请响应。刘备几手牌？刘备三手牌。张角出闪，使用雷击，发动雷击，魏延，发动雷击，目标魏延，请判定。判定结果为草花借刀杀人。草花借刀杀人。轨道，张角发动轨道，黑桃青钢剑代替判定牌，草花借刀杀人，雷击命中，魏延受到两点伤害。人得一张张角。刘备人得一张至张角。人得一张甄姬。人得一张至甄姬。人得一张张角。人得一张至张角。回合结束。刘备四体力零手牌，回合结束。甄姬回合。洛神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草花杀。嗯。不雷击就不不轨道就不用说了。嗯，你可以给我示意一下。嗯，过。洛神。让牌先翻出来，再往那边跑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黑桃杀。轨道。张角发动轨道，用草花借刀杀人代替判定牌黑桃杀。可以收进去。对，你可以收进去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草花无懈可击。张角用草花南蛮入侵代替判定牌，草花无懈可击。我可以问一下，张角现在几手牌吗？张角几手牌？张角七张手牌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草花杀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草花八卦阵。洛神结果为草花杀。洛神结果为红桃杀。轨道。张角发动轨道，用草花诸葛连弩代替判定牌，红桃杀。洛神结果为黑桃杀。张角发动轨道，用黑桃杀代替判定牌，黑桃杀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草花借刀杀人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黑桃顺手牵羊。洛神。洛神结果为红桃加一马。张角发动轨道，用黑桃杀代替判定牌，红桃加一马。洛神结果为红桃五谷分羹。轨道。张角发动轨道，用草花无懈可击代替判定牌，红桃五谷分羹。洛神结果为红桃桃。能巡视洛神牌吗？有几张？现有洛神牌十二张。十二张。过。
洛神失败。哦、可以收回手牌。手牌。对。甄姬装备减一码。过河拆桥目标未言。过河拆桥目标未言。3、2、1，过河拆桥生效。A 点 B 点装备。人王盾。未言装备人王盾被拆除。顺手牵羊目标未言，3、2、1，顺手牵羊生效 ，A 点 B 点 ，A 二 ，A 二。顺手牵羊目标未言，顺手牵羊目标未言，3、2、1，顺手牵羊生效 ，A 点 B 点。决斗目标未言，决斗未言，3、2、1，决斗生效未言，未言受到一点伤害。杀魏延，魏延请响应。魏延受到一点伤害。甄姬装备诸葛连弩，攻击范围一。发动诸葛连弩杀魏延。杀魏延，魏延请响应。啊。魏延出闪。发动诸葛连弩杀魏延。杀魏延，魏延请响应。魏延濒死求逃，是否出逃？是否出逃？小乔使用逃，魏延回复一点体力。发动诸葛连弩杀魏延。杀魏延，魏延请响应。魏延濒死求逃，是否出逃？是否出逃？是否出逃？魏延使用逃，回复一点体力。杀魏延，杀魏延，魏延请响应。魏延濒死求逃，